们在谈笑间彰显智慧，从生活中汲取快乐，展现中国语言的力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掌声欢迎大家。说到印象呢，其实我们相声演员咱们其实也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舞台上带给大家欢笑的、喜悦的面孔，可能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同的状态啊。这个前期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啊，这个而且应该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相声演员。你在生活当中和舞台上给人的印象有不一样的吗？不一样吗？差不多。那你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般是什么样的？就一小孩儿可能。对于小孩儿，就觉得像一个学生一样。对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感觉古灵精怪的。张老师对前期有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还是很睿智的，很睿智的啊，说相声说的不错，是吧？这个关键是他能写，能写。今天这个作品是你创作的吗？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啊？那叫什么名字？叫育儿手册。哎呦呵，这名字不太适合你吧？那这样吧，舞台交给前妻李航，有请两位。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来到天津演出，特别高兴。天津是这个曲艺之乡嘛？没错啊。哎，你看平时大家都忙于工作啊，到了周末能看看电视剧啊，逛逛街呀、看看电影，带带娃呀。周末有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对，能干自己的事儿了。哎，我们平时不演出的时候，你给大伙说说，你都干点什么？钻研业务。你再说一遍。认真钻研业务。你能说点实话吗？等死。不是，您怎么还等死呢？啊，你琢磨我这一个相声演员，平时还是个捧哏的演员啊，也没事儿干，就跟家待着，那不等死能干嘛呀？还作死啊？跟家摸电门？行了。你就没有点别的自己想干的事儿吗？想干，好好想一想。找个女朋友。你能不能有点成熟的想法？成熟点的。对。找个成熟点的女朋友。然后呢？最好是那种条件好点的啊，跟我一块儿呢，能帮我把我这贷款还上。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先把贷款这事儿忘了。年纪轻轻的想法这么肤浅，我这还肤浅了。对了，你说说你那深层次的想法。我也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我想要个孩子。你等会儿。这个想法等会儿。怎么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你，知道吗？怎么反驳我干嘛呀？你这比我还深一层，知道吗？挺好的嘛。还要个孩子？对啊。你这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呢啊。什么第一步？谁要你呀、这个暂且不提。哎，这别不提啊。不行，你不想要个孩子吗？我告诉你，我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呀？太麻烦了。一点都不麻烦。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要是有孩子，绝对是熊孩子。不可能。我一打电话他就大声嚷嚷，我一看电视他就换台，没事把这沙发就拆了，没事把那马桶就给退了，没事把这床垫子就给掀了。你等会儿吧。你没事把这房顶子挑了。先有事了啊？你是生了一窝哈士奇吗？我小时候就这样。这就叫什么呀？有哈士奇父必有哈士奇子。咱别说这乱七八糟的啊。不是，这要孩子不麻烦。这就可我听着这事儿就麻烦。不麻烦，找我。你当我儿子呀？不是，你找我就是给你当儿子吗？啊，这是上到时不能当儿子，不能当儿子呀，当闺女。我跟你讨论性别了吗？不是，那找你能干嘛呀？我有一本育儿手册，可以告诉你养孩子一点都不麻烦。不是，您都没孩子，你有育儿手册？你会捧哏吗？就站我边上。咱说说那手册的事儿。我跟你说，有了这本手册，养孩子一点都不麻烦。不是，怎么就不麻烦了？我先问你一问题吧。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这女孩。为什么呀？你琢磨呀。女孩那是爸爸的贴身小棉袄啊。是。而且你琢磨，女孩她省事儿啊。怎么省事儿？你等她长大了，你也不用给她买房，你也不用给她买车。哎，她找那个条件好那么一嫁，顺带着还能把我这贷款给还上。
您得欠多少贷款呢？得孩子长大了把贷款给你还了。这反而是没少欠呢。不是，那你不喜欢男孩吗？不，儿子我不喜欢。为什么呀？男孩多麻烦呀。怎么麻烦了？你琢磨，他长大了以后，你得给他买车，你得给他买房，你得花钱给他娶媳妇儿，弄不好我还得跟他一块儿还贷款。您先把贷款这事儿放一放。我跟你说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健康备孕很重要。哦，还怎么健康备孕呢？我听着就提到了吃什么。吃什么呀？吃叶酸啊。这什么东西？怀孕期间吃点叶酸，补充这个孕妇需要各种微量元素。哦，再不济就吃点这 DHA， 这是促进这儿童的大脑发育。哦哦哦，哎，你看你这样没有？啊，我这样。你妈怀孕的时候准没吃 DHA， 我都没发育开。别说这个，啊，对不对？啊，就还吃这么些乱七八糟的。吃完了就没事了。我听着这事儿就麻烦就。不麻烦，嗯，往后就是胎教。胎教这我知道。你了解这个？电视剧里边都那么演的呀。哪电视剧演了？就我最喜欢那个。哪部？重案六组。抓六组，对呀，你就跟那里边的孩子说话呀。说什么呀？用那张朝老师饰演角色郑一民最经典那台词，你说我听听。嘿，里边的孩子给我听着，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交枪不杀。啊，你等会儿吧，你要给他吃了是怎么着啊？我喜欢这台词啊。喜欢台词不能这么做胎教啊。那我应该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说点励志的？哦，这是太吓人了。说点好听的，励志的，励志的。嗯，那个，孩子呀，你以后出生啦，你要有出息啊，要多挣钱，替你爸爸把贷款还上。我说了，把贷款这事儿放一放。啊，这不能老想这个。你不能想这个，你也不会聊天。啊，这样你给他唱歌。唱歌？唱什么歌？唱儿歌呀。儿歌。大风车啊？怎么唱啊？大风车。嗯，大风车直啊扭扭扭扭扭扭，起着扛上顶了广了矮那转呐，哎嘿。不好听吗？好听，下回别唱了啊。不是，这你这样，你花点钱呀，买一个小音箱。哦哦哦，你给他放点轻音乐。就放歌也行是吧？放歌吧，要不然就是啊，那行，对吧？等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嗯，慢慢的就有这个触觉感应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啊，嗯，把你的手轻轻的，嗯，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哦，慢慢的你会发现，嗯，头发就都竖起来。我媳妇儿怀疑皮卡丘是吗？不是吗？头发都竖起来，像话？不是，你就能感觉到她的这个跟你有触觉感应了。哦，就是能摸着了是吧？对，哦，现在是麻烦，嗯，等到以后出生了就没事了。哎，出生了以后更麻烦。怎么又麻烦了？你琢磨，最首先的，你得给他起个名字吧。找我呀？这找你干嘛呀？我这人就爱起外号，起名字。你说清楚。就爱起名字。起名字，你怎么就会起了？因为这起名字得有寓意。哦，是，哎，你先说说你。嗯，前妻这有什么寓意？我这名字寓意多好啊！前妻，证明我们家的钱都齐了。啊，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哦，行，你想想，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呢？哎，有什么期望是吧？对吧？嗯，哎，嗯，我希望我们家孩子，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叫李每天。李每天呢，好听吗？那叫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你说好不好？我儿子这名贫不贫呢？那不是，那你说叫什么呢？这不要这，换一个。他，我希望我们家孩子学习好。你姓李是吧？对。你要学习好，嗯，这样吧，你们家孩子叫理科好。哦，那文科呢？次。文科次像话吗？你找一姓文的女朋友啊，生两个孩子，一个叫理科好，一个叫文科次。那偏着科呢？那互补啊。别互补，俩人没法互补了就。哦，没法互补。不能叫这，我明白您这套路了，嗯，啊，我要想我们家孩子考100分，嗯，就叫李一百。不行，以后都得105满分了，应该叫李150啊。应该叫李250。你叫李670，直接上南开。这希望也太大了，这起名字你就这样，嗯，叫李开心。李开心，开开心心的不挺好的吗？这更简单了，这个简单好记呀。啊，那倒也是。
名字有了不麻烦了吧？不，您这话说的不对，这名字刚起完啊，那孩子以后谁带呀？你带呀。我带呀。你不带，你给他送养老院去呀？送养老院干嘛？对不对？你得知道合理喂养就行了。喂养不了。怎么又喂养不了了呢？我们家这是孩子是王八呀，还合理喂养？科学喂养能听懂吗？啊，什么叫科学喂养啊？人家书上都写了，母乳喂养健康卫生，孩子到6个月之后可以加辅食，断母乳，记住啊，小孩不能进补。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进补？不是，你想这孩子要补呢，肯定就因为早产呀，虚弱呀。哦，像你们家孩子，我们家的4个月就出生了，太虚弱。我们家孩子是狗是吗？哈士奇吗？什么哈士奇？4个月干嘛呀？那几个月？7、8个月啊，7个月出生了，很单薄，在这个保温箱里边，家长看着心疼啊。是是，补吧。怎么补啊？来点鳖精。哎。王八汤、甲鱼蛋、羊腰子，再炫2瓶凉啤酒，嘿，你看看，这得了痛风的。所以说不能进补，也没有这么补的啊。科学喂养，是是是是，对不对？合理膳食。您刚才说这些我都记住了，都记住了，记住了。行，那我考考你啊，怀孕期间吃什么呀？叶酸。你儿子叫什么呀？李开心。你给他放什么样的音乐呀？轻音乐。哎，你还别说，还都记住了。记着呢。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了。什么重要啊？最重要的呀，你先把贷款还了吧。还得还钱呀。谢谢啊，贤妻良母。张老师，您觉得这段怎么样？这是普及了很多知识啊。那大伙儿优生优育啊。对，希望大家都您这词儿也老点，反正是您这词儿也忒老了。优生优育，优生优育啊。在这个前期，但是刚我说这段子不适合你，在于你是一个未婚女青年。对呀、怎么就想起写这育儿手册来了呢？因为什么呢？我原来是护士。哦，我在儿科的时候待过。所以就知道这孩子早产呀、应该怎么去在保温箱里去护理他呀、包括晚上孩子有这个黄疸都会住在医院里边、是怎么给他喂奶呀，怎么给他照啊，怎么给他去做一些日常的照顾一些、这种东西。说到这个育儿啊，其实张老师应该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啊。张老师这样说，比如如果前妻是您的女儿，您会对她有什么样的忠告吗？忠告啊，健康的活着吧。没什么要求，您这要求太低点。没什么要求，健康的成长。哦，健康。过多的要求是做不到。张老师对你的要求不太高。不是，但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就是健康、快乐。健康快乐。但忽然就不健康、不快乐的事儿来了。比如说，前妻作为您的女儿，想要和刘钊这样的人搞对象，千万留点神呐。我还跟你说，不光是留神的事，比这可严重。是啊，其实刘钊也有他的特点，也是擅长创作和表演的一位优秀演员啊，看得出来。对，很有功力，很有功力。而且今天还换了一位新搭档啊。对，今天孙超有点事儿，有点事儿。周鹏飞，周鹏飞老师也是我们虾包铺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颜值，你别说话啊，而且不让人说话，颜值担当，长得特像那谁，你把眼镜摘了，这么复杂呀？真的，长得特像那谁，霍什么来着？对。特像六小龄童，是不是？六小龄童，这玩意儿你不说姓霍吗？不是霍，长得真像六小龄童，知道吗？好，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刘钊和周鹏飞两位吧。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今天有所不同，原来有搭档叫孙超。对了，今天有点事儿没来啊，换了一个这个新的搭档，我愿意跟他合作。怎么了？有点这个。新鲜劲儿，您这什么新鲜劲儿？新鲜感，不是一个字儿吗？一个字儿，显得您这人不太正派。我多正派，就是还正派了。哎，我叫刘钊，哎，介绍一下不为人知的青年相声演员。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你本来就没什么名气，你好好介绍介绍。叫周鹏飞，哎，这是我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可以鼓掌了。很俗气的一种方法。那怎么了？人家鼓掌了，你管着吗？这样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鹏飞老师的艺术特点。哎，好。我给大伙介绍介绍。他的艺术特点主要是呢，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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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艺术特点？你白呀、啊，你还有别的特点吗？你不就是占一白吗？那不显得你黑吗？不是，你白就是艺术特点，到头了就这个没了。他不是，他还有其他的艺术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多才多艺、谁呀、不是谁呀？你我呀，
我就烦他们这说相声的多才多艺，真的，一上来就我们多才多艺，我们什么都会，说学逗唱，不是你说的是，哎呦，说能说点什么呀？说的可多了，大笑话、小笑话、绕口令，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妞绕口令，哎呀，还有学唱的，唱快板书啊，我唱个小曲小调啊，吆喝呀，学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堆里蹦的，哎呦，一唱小曲小调，哎呦，巨难听之无与伦比。我跟你说，年轻人不爱听，太难听了，玲珑塔来，塔玲珑。行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打了鸡血是怎么着？怎么了？这我在这，这不是小曲小调不好听，是您唱的太难听了。这是人动静吗？刚才不是什么玩意儿？唱就这，就是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别老说多才多艺，你有什么本事？你看我才艺可多了啊，是不是？哎，巨蟒之灾你看过吗？看过，我能演那灾啊，不是，我能演那巨蟒。你哎，对了，我的天哪！各位上演。这行吗？这个啊，看见了吗？多霸气这玩意儿！这哎，这样咱别演了，咱们让他们打120，打什么给你挨急诊，你骨折了。谁骨折了？这没骨头的，有骨头人能弄出这个来吗？这不是这绝活儿？什么绝？软骨病，胎教不好的都这样，知道吗？你这软骨病，你就给大家这印象，你知道什么印象吗？软骨头。什么叫软骨头啊？软骨头是吃软饭的前提，再加上你白点，你就这个了，你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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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是什么，这是才艺，你来不了我这。我来，你学点好行吗？那有好的吗？怎么没好的呀？远学张朝，近学我。啊啊！我学你，学我怎么了？就刚才那个玲珑塔来，他我唱的还不如他呢。就是、啊，你这样，你学学张朝老师。张朝老师，好，表演的认真，塑造那个刑警的形象。对不对？对，深入人心，这都是艺术。说实话，哎，另一个层面上说呀，啊，就是人家有这么好的公安干警，是吧？才能有咱们这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哎呦，哎呦，嗨，这话让你说的特别好听。说实话啊，我见到这个张朝老师啊，有点紧张。多和蔼可亲，有什么可紧张？不是，他太像警察了。我打小就怕警察。那不是，人家演技好，那说你再说你见警察有什么可紧张的呀？我能不紧张吗？啊，我小时候我姥姥哄我睡觉，快睡觉吧，不睡觉大灰狼就来了。不都这么哄孩子吗？哎，赶紧再还不睡，还不睡警察给你抓走了。都这么说，怎么是，所以我打小就怕大灰狼跟警察。这能连一块说吗？这个不是连一块说，后来想想，这个大灰狼肯定给我抓不走，警察给我抓走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是吧？哎，你琢磨琢磨，他要给我抓走，我不更睡不着觉了？反正你净想着没有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想表达一下，要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好一点。哎，比如说你吧，给大家什么印象？白，这都是。哎，张朝老师给大家什么印象？什么印象？优秀的公安干警。好，我给大家什么印象？胡说八道，那叫能说会道。哎呦，真不要脸！现在这什么叫不要脸啊？而且我跟你说，关于印象，我看过很多书。看过什么？拉格洛夫曾经说过一句话：第一印象特重要，第一印象要完了，那就吹了。先别说这人是谁，说这话也忒水了吧？这是忒水了。主要重要是说第一印象这个事儿，你知道，把我们的第一印象有效的调整好以后，给别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吗？当然了，这样咱模拟一个场景吧。什么场景？咱说一个事儿啊，比如说你明天准备去相亲，好，我去相亲。哎，这个女生呢，年轻漂亮。哎，然后外国留学回来以后，在一个大公司上班，而且还有点文艺啊。你做做准备。我准备啊。你怎么准备？不告诉我媳妇儿。对，这不捣乱吗？你有病啊？是怎么着？我都结婚了，你让我相亲去？假如你没结婚，那该多好啊。请说心里话啊，这模拟这个场景啊，就是假如明天我跟一位年轻漂亮，哎，打国外留学回来的，哎，在大公司上班，哎，喜欢文艺的这么一个女孩相亲，对，你怎么准备？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是不是？我这头发我整理整理，嗯，整理完之后我再买双新鞋。俗话说得好，脚下没鞋穷半截。您先停止你那俗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弄完头发就弄鞋，中间不弄，你得有内涵。内涵也那准备一下不完了。文化内涵，我背点成语，背点成语，背点成语。嗯，而且他是打什么？外国柬埔寨大学。这什么大学？这是柬埔寨一大学，你甭管了，也是外国留学。哎，行行，也是国外回来的，是不是？对对对。我再背点这个外国的名人名言。哎，这很重要。哎，就刚才你说那谁来着？拉格洛夫。这谁呀？这是，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不是，这也太长了，有没有短点的跟文学沾边的？文学沾边的，他们喜欢文艺吗？啊，文艺哈。那谁，索尔仁尼琴啊，古斯塔夫勒庞，尼奥斯洛夫斯基。这怎么一个比一个长啊？这短短点就是高尔基那种的啊。鲁迅，哎，这行。这不行。怎么了？这是国外的作家吗？非得国外的哈。对，这样吧，你说米兰昆德拉。哎，这行，米德好记吧？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哎，是不是，他写过什么呀？写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哎，这我记下来了。可以了吧？那我这个衣服就别穿西装了。嗯，过于正式是吧？我来一个商务套装，我再别一支钢笔，这怎么样？这不用太做作了。太做作了，太做作了，这也。那就这么着啊，是不是？我这头发弄得立针的啊，我这套装穿的板正的，我这皮鞋擦的亮亮的，我还读过这个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对，就这个。不是，你这一模拟，你弄得还真认真。万一真有这邂逅，我得抓住这机会呀。抓这机会干嘛呀？再跟我媳妇吵架，我就有退路了。谢谢赵和彭飞啊，这个两个人这个段节目是很下功夫的啊，有很多的心意。主要是我很下功夫，对，这词儿确实你很下功夫。因为这里好多啊，嗯，就是我就像刚才你说的，就这些名著你都看过吗？当然，你就是这个，刚才说这古斯塔夫勒庞，嗯，这个是很冷的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尼奥斯托洛夫斯基，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哈，他写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想通过这段相声，年轻人，我觉得你卖弄的时候，你说看过什么书，你得说得出来一二三，看过那谁的，那谁的，那谁写过那什么，您不能推水了，这是不是？张老师对我们这些相声演员，你看都展示过，对他们的印象和之前的印象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他们真是不错，嗯，他们都很棒。都很棒，年纪轻轻的是吧？至于杂货铺，嗯，什么都有，这好。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一个关键时刻要到了，也是重头戏了啊，就是您要来跨界说段相声了。这我太打怵了，我天哪，班门弄斧、啊。您太客气了啊！您的搭档今天是和谁啊？我是跟钱琦和钱琦哥们儿，李航啊。好，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张老师、钱琦、李航，有请三位。大家好，好，太好了，还挺喜庆。当然了，来天津演出，我特别高兴，我特别的激动，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激动，我特别喜悦，我特别的激动。您怎么这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有科研成果。我们是啊，科学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科学理论公之于众。是。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有科研成果。What？ 说中国话啊！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啊！您们二位是不是有妄想症啊？什么叫妄想症？科学家还前期我先不说你啊，张老师啊，你说，我必须说您两句。怎么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跟这小屁孩瞎闹什么呀？哎，我们可不是瞎闹啊！还科学家？我们是。是科学家，我们有科研成果。不是你们也有什么科研成果呀？我们研究了物种起源。哎，物种起源？不不不，不对不对。你看你看，他们都看过我们的物种起源啊！回来吧，回来吧。怎么了？物种起源啊，那是达尔文研究的。达尔文啊？谁徒弟？谁徒弟像话吗？达尔文研究物种起源的科学家，知道我们是科学家，我们能不知道达尔文吗？就是啊，是 是，你知道达尔文吗？我了解达尔文啊。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谁是达尔文？来来，你说说，介绍介绍 你不反驳我们吗？这个达尔文，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这人怎么跟诸葛亮似的呀？一个人仨名字，诸葛亮。孔明，还一什么来着？哎呀，卧龙啊！对，卧龙。您别给他提醒了，您啊，对不对？什么仨名字呀？这不仨名字吗？人家那全名叫这个。哦，那你接着说。不拆开啊，不拆开，接着说。这个达尔文呢？于1809年出生于英国，属蛇。哎，属蛇，我属猴。你没问题。他也属猴。哦，他都属猴。我属鸡。哎，你属鸡。你不属猴啊？我属猴。属猴不完了吗？什么就完了呀？怎么了？没说属性这儿。
那你说什么呢？说达尔文呢呀？那你接着说，别打乱啊！接着说。这个达尔文他们家呀，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的医生哦，所以也希望他呢能够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医生哦。所以在他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学医。停。你怎么意思你？这个经历似曾相识。不是，怎么似曾相识啊？我也是16岁，被我的父亲送到了护校学医。这个经历，我也似曾相识。您也学过护士？73年，我就已经成了汽车修理工了。你看，是，对不对？您说这都不对。怎么了？你这，你那一护校啊，您是那技校。这能跟人家爱丁堡大学比吗？你瞧不起我们护校的？瞧不起我们技校是吧？不是瞧不起，咱这没说完呢，这还。那你接着说。接着说啊。说。对，这个年轻的达尔文呢，不想成为一名医生。他经常到野外去采集一些动植物的标本，进而对这个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停。又停了又。这个经历似曾相识。怎么又似曾相识了？我也是到护校学的相声。我也是78年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啊，但是我爸说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得说你。张老师，您父亲说什么？哎，我父亲当时很支持我。我知道。你说人这家长。咱别唠家常了，行不行？不是，那你这聊什么呢？我这达尔文呢。你接着说，没说完呢，还、接着说。达尔文、还有什么？说这个达尔文呢？在他结婚的时候，考虑这个婚姻大事的时候，展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他在一张纸上画了这么一根竖线，左边写的是结婚的好处，右边写的是单身的好处。思索再三，他觉着啊，不结婚实在是太孤独了。对，所以他在纸上连续写了3个结婚。因此证明必须结婚。停。哎，不是，这你也似曾相识是吗？对，我也必须结婚了。朋友们，我单身啊。哦，您这个状态，我属鸡是吧？对，我属鸡、那17了呀，18了以后，我给你介绍几个男朋友。早就过18了。您等会儿，您这都29了。是29了。没有对象、哎呦，不像啊、就是，这得抓紧时间给你找啊，这得。干嘛都找？是啊，要不您二位外边聊去吧，咱仨一块儿。这我不想跟你们俩聊了啊！不是，你接着说你那个，太乱了，他那科学成就，行了吧？行，说说这成就，对吧？这个达尔文呢，一生主要的贡献就是研究了进化论。进化论呢，就是告诉大伙儿适者生存。哎呦，不就适者生存吗？不就进化论吗？是啊，谁不知道啊？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对呀，达尔文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呀？对呀，老张，告诉他们咱们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我们专门研究退化论。没错。等会儿。退化论。等会儿。退化论。行。啊？什么叫退化论了又？你瞧你，怎么不是你？我们的科研成果给你讲一讲啊？什么是退化论？对，咱们现在生活方方面面都在退化。哪儿退化了？首先来说这住房吧。住房远古时期都住哪儿啊？山洞里边。哎，慢慢的盖了小平房啊、楼房啊，楼越盖越高。等到现在你再看，大家都想回归大自然，那儿有新鲜空气呀、对吧？到周末节假日就去宿营搭帐篷，对不对？哦，这个意思。对，根据我们的退化论，以后人们就不住在地上了。那住哪儿啊？地下。对了，住地下。你看过《流浪地球》吗？看过呀。我说越有钱越有地位的人就得住的楼层越低。是啊。就比如说你吧，将来啊，会成为优秀的捧哏演员。那我住哪儿啊？地下18层。对了，我跟阎王爷是街坊。你想过节，阎王爷得看看你啊。小李呀、
这里住的习不习惯呀、啊？我不习惯。这里好不好啊？对。是不是比外边凉快啊？对，我这阴凉阴凉的我。哎，省得买空调了。对呀、啊，你看是不是退化了？您别捣乱了，您。还有这个吃也不一样了啊、嗯！远古时期都吃什么呀？远古生的肉，嗯，生的菜，是是，吃什么都得打猎。嗯，老张，嗯，你看，前面来了十万只猛犸象，走。咱把他们给吃喽！我就行了，两两两，回来吧，疯了是吗？怎么了？十万只猛犸象，是不是？还把他们都给吃了，不行吗？准备踩死你们俩呀、啊！哦、不，那你说吃什么呀？小点的，哦、小点的，小点。你瞧前面啊、嗯，有两只草履虫。不是你们是显微镜打猎是吗？不是，大也不行，小也不行。你说吃什么？正常点的，你逮那兔子。兔子？哎，兔兔这么。怎么可以吃兔兔啦？您就别跟着他一块卖萌了，您就这要怎么办呢？你说。然后闪电引起了森林大火，然后发现好多的动物都被烤熟了。哦，猛犸象一看烤熟的人类很好吃，于是不，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怎么了？谁吃谁呀？谁吃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哎，你看现在又吃什么呀？嗯，什么青石啊、沙拉呀、刺身呀。这不又吃回去了吗？对了，吃回去、哦、这么个退化。而且据我们的研究，嗯，你们这说相声啊，也退化了。没错，不是说相声还能怎么退化呀？现在什么样啊？嗯，一捧一逗两个演员。对呀、啊嗯，以后就不一样了。以后俩逗哏的演员。没错，不是俩逗哏的。对了、嗯，那我们这捧哏的呢？捧哏。你都退化了，就没有你了。他这不是退化了，啊、嗯，这是退出了。不是，你得这么琢磨呀。嗯、你们捧哏在台上、嗯、没有作用。对呀、啊，嗯，谁说没作用呢？你这站那儿听相声，你也挣钱呀、啊。你离演员最近的观众，我这太损了、啊，这话怎么呢？什么叫最？我们有用，我们有词儿，是有词儿，是有词儿。哎等我们都说完了、嗯、他兜足了丹田气就这个呀、啊、没听说过对我呀去你的吧啊对还有这句去你的吧你看对吧你看你就说你没用吧不是你们照你们这么说我们这捧哏的也太没用了是、啊、不是这么说比较笼统、嗯、但是呢还是有用的、啊、得有用啊有一点用、哎、下次咱们仨一起说相声、啊啊、我们俩站台上哇了哇哇了哇哇了哇给大家说二十分钟、嗯、就等你最后这一句去你的吧我们俩下台了、哎不是你们俩下去，我怎么办呀？你好办呀！我你呀 啊, 啊，接着当观众去啊！别说了，哦、好，谢谢张老师，谢谢钱琦，谢谢李航，好，感谢三位啊。我觉得张老师啊，这第一次跨界说相声，一个印象就是您不光演警察像警察的样，您说相声真有相声范儿啊！这吓我一头汗。啊我充分体会咱们这相声演员在台上这个嗯真不容易嗯好家伙真够累的没干过就不知道一干吓一跳嗨但是您这个范儿是挺足的啊这个有相声的范儿啊这段相声当中啊除了包袱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张老师卖萌的那个地方您再给我们来一遍好不好那怎么能吃兔兔了没想到这个张老师啊也是大家熟悉的老郑还有这么萌的一面啊也可以说改变了大家对张老师豁出去改变大家对张老师一个印象再次感谢张老师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群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谢谢